桃园市芦竹区的美孚仓储10号时大火，才说残火终于扑灭。稍早又传出消息，仓库6楼有火舌窜出，消防人员前往处理当中。而美孚仓储因为外墙结构特殊，造成消防的这个涉水困难，闷烧数日已经造成难闻的臭味弥漫周遭，附近的住户苦不堪言。消防曾一度从高雄调派大钢牙到场拆除。 火势在昨天晚间下午4点时残火处理完毕，未料今天晚间这个6楼的墙面再度又有火舌窜出，消防员已经出动全力灌救当中。